原住民歌手排排站，共同在台上高歌，就是要改变的旗帜高高挂。这是第八届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员参选人马耀比后的造势音乐会，特地选在人潮最多的台北车站前广场举办造势。有力挺马耀的艺人界朋友站台，现场看过去都是新生代原住民族青年聚在一起，大声喊要改变，就是要改变。我们就是要改变，我们要改变，哎，我们就是要改变，就是要改变，哦耶！马耀以后就是要当选，哦耶！改变，改变，改变，改变台湾原住民政策乱七八糟。但是年轻人开始用年轻人的声音去呼吁，这就是我们要改变的事情。我是三地三胞，我没有办法投给马耀一票，但是我觉得。我必须要从我的态度开始改变，年轻人要站出来帮老人家擦掉他们的眼泪。造势音乐会现场也放了许多过去近几年来发生的原住民族走上街头为土地抗议的短片。马耀说，原住民是台湾的主人，与土地共生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土地的议题？还说这就是要改变的地方。有正义的地方吗？没有。这里是个有正义的国家吗？没有。要不要改变？要。要不要改变？要。我们的改变可不可以从我们自己开始，让我们自己更勇敢、更自信，哦，一起改变这个国家，让这个岛成为一个尊重多元族群、尊重多元文化的地方，好不好？距离投票日倒数二十几天，各个参选人摩拳擦掌，就是要把握每次可以说出政见的机会。马耀比后借由造势音乐会，让更多人认识没有政党、没有丰富的财力，但是还是可以参选，争取选民的支持。记者阿丽娜转吴柳台北市采访报道。